部长请。来，李部长，请。是卢委员长。哎，部长辛苦了哈。今年我们立法院跟财政部合作哈，因为考虑到这个经济不景气，所以我们在税制有做一些比较这个革新的一个安排，是是，那减轻人民的痛苦，就是减税的措施在所得税方面啊。尤其今年四月的一个修法，采取一个很进步的观念，就是采取浮动税制。什么叫浮动税制呢？就是说，哎，如果你的收入是一样，今年跟去年的收入、薪资收入都一样的话，可是今年如果物价提高了啊，假如说你今年只要收入10万块，那牛肉面只要一碗从50块涨到100块的话，那你虽然一样收入10万块，可是呢，因为牛肉面变贵了，那以至于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支付比较高，所以因为物价指数上涨，所以呢，你可以适用比较新的税率，比较低的税率来减轻人民的负担。那这个今年这个四月份通过这个浮动税制以后呢，很多民众很关心啊，包括这两天媒体很大报道，所以很多民众打电话进来问，就说如果说立法院通过这个新的浮动税制的话，第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适用这种比较低的税率，让民众心里有所准备？是，这个真的是要谢谢委员会，在过去的一年之间呢，我们修正了相关的税法15种。都是相关租税的减免优惠一些措施，那当然它的前提是刚才讲畜产落日收回来的钱，这第一点报告对总税收没有什么大影响啊、哦。第一点，第二点是刚才委员提到的，就是为了因应整个物价的波动，那影响我们整个的纳税的能力，所以去年就是今年修税法的时候，把这个物价联动的指数把它做了个调整，就是物价涨到一个水准呢，我们租税里面那个集聚也就跟着做调整，税率没有调，税率是从21、20、13、12那是固定的，只是那个集聚会跟着做调整。哦，这样子的话，对我们纳税的租税负担会有所帮助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适用呢？那这个法案是因为明年1月1号开始生效。意思就是100年申报99年的所得税的时候，它就可以适用。就是明年的收入适用，对，对，但是报税是后年报税嘛，是但是明年就可以开始受适用，对对对，就说明年开始，是是，如果物价指数变高的话，对对，那么你明年的这个收入呢，就可以用比较低的这个集聚来申报，对对对对，后年你就会感觉到税负减轻。是没有错。第一个啊，那第二个呢？按照这样一个设计方案，年收入多少？因为我们当初这个设计，我们两个。两个院合作的目的是希望减轻比较中低收入的民众，而不是有钱人替他减税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们有设定一个门槛。那么，年收入多少以下的人他会比较有利这个税制呢？基本上我记得是50万吧，是50万。净收入50万。净收入50万。对，哎、对，净收入50万的家庭。6%也降到5%。对对。13%降到12%。申报户如果是净收入50万啊，对对，扣掉你的各种免税额以后，净收入50万以下的这些申报户会比较有利嘛？哈。对对对。那也因此，因为如果明年要适用这个新的税率，我们就要宣导告诉民众，我们的收入安排就有差，因为明年要采取新税制，明年采取新税制，所以有些如果你年底的一些收入啊，你最好把它放到明年去。啊，譬如说有一笔稿费要进来，那你如果你用今年的这个税这个物价指数的话，可能就用还是用旧有的税制，你税就比较高一点点，不能用新的集聚。可是如果你到用到明年去的话，把明年报到明年收入的话，那你就会感觉到明年的这个税负会比较轻。这个可能跟委员报告跟物价指数有关系了。这个可能这样子可能是不太适当，因为他那个支出跟收入他有一定的期间。你怕人家做节税安排，也不是，也不是的，希望人家因为他那个去做盈利事业单位，盈利事业单位他支出是在个这个年度就要认列这个年度的收入，不是说我把它认到后一个年的这个。不，有一些譬如说像这个稿费啦、自由收入等等这种，它是可以做规划的，不是吗？卖房子，我今年。今年这个卖不一定要这样子卖，我明年再来卖或怎么样，他会有一些这个。这个当然他可以选择他实际交易的日子了，哎，实际交易的日子。对啊对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告诉民众要宣导啊，这是合法的节税嘛，不是吗？他自己会调一个对他最有利的申报的时点，是是。是好，我希望透过我们这对答，让民众对这个新的税制有所了解啊。是。第二个哈很重要，就是 ECFA 哈，本来前一阵子中共的这个王毅啊还一再宣导说 MOU ECFA 两岸现在关系很好，赶快来签，结果呢现在我们要出发要去大陆做第四次江城会的会前会，第四次江城会预计是12月份在我台中举行，那本来现在要去大陆做会前会的安排，忽然中共那边喊停，
所以大家就很奇怪，哎，前阵子你才说赶快来签，现在忽然喊停，原因是什么？所以民间就有一个传说啊，说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啊，用牛肉、牛内脏啊、牛杂进口换军购，惹恼了中共，所以中共透过 ECFA 法，好，它本身的一个停滞呢，或者这段时间故意来好像延后呢，来表示对我们的一个不满。那是不是有这样情形？因为你们也参加租税的安排等等之类，所以就你了解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？因为基本上这个层面我们是没有参与，我们只是就关税的部分呢做必要的一些协助。好，那这个之外的部分，我们都没有参与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？据我了解，应该不至于吧？那是为什么原因？就是前阵子忽然叫我们去签，现在忽然叫我们不要，就是暂缓，为什么？而且是中共片面喊停。应该双方的协议一定是双方一定会。就他最有利的部分做一些规划嘛，我想这个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那一个双方协商协谈的过程，我们应该尽量秉住一个理性啊，一个和谐的方这个心态去处理比较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非常遗憾了哈。那另外就说 ECFA 签下去哈，因为 ECFA 最大是什么，就是双方的这种各种关税货物税等等之类，做适当的这个把这个障碍排除或减低了啊。那所以希望说双方货物交流，那然后让经济繁荣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因为你这种所谓各种税制的一个减免，会导致双方各有税收的减少哦。是是。那根据你们内部的估计资料啊，如果 ECFA 一签下去的话，三大类一个签下去的话，我们的税收损失可能是38亿左右。那中共那边的税收损失大概419亿。那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数字是不是正确？就以目前两岸的交这个进出口的量来看的话，大概是这个数字。就事实上，我们今天哈、哦，从这个我们产品卖到大陆去，一年1000多亿呀、啊，哦，1000多亿，这个1040几亿哦。那大陆进口到我们这边来的，一年呢、啊、是400多亿哦。那基本上讲起来，这一来一往，我们交给就是大陆产品交给我们的关税，以及我们东西到大陆交给大陆的关税。就刚才所讲的，我们交给他大概400多啊，他交给我们才这个30几亿啊，奖金降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少缴一点了嘛，少缴一点对我们的厂商的竞争力就高一点了嘛。哎，是因为 ECFA 签下去最重要啊，在这个双方这个经济更繁荣，货品更流这个对流更流畅之前，最重要可能最大影响就是我们的彼此双方的税收会减少了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希望就财政部啊一定要密切注意 ECFA 的发展，然后很快的计算出来对双方的税收到底会有多少，然后让我们本会的委员了解。那所以你们内部应该有在，因为哪些项目的增减要放在先期收获的名单里面啊，那本身跟这个台湾的税收跟大陆税收是有关系的。那这样的数字你们可能必须随时让我们来了解。一定要的。你们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计算？是啊，这里再报告一下，基本上我们看的是关税的减少了，也许是的哈。但是后面它联动整个产业观念，会带动国内其他产业的一些这个加持。那个不管，那是经济部的事情，你财政部是管你的税嘛。就总的来看，我别的税增加，我可能营所税增加、营业税增加或后续所得税增加，所以就总的来讲，应该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了。是，那第三个哈，我们有关于最近这个房市的问题哈，房市偏高，那以至于彭淮南总裁出来讲说，我们现在房市实在太高了，那以至于一般小老百姓买不到。那吴奎吴院长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，对对对，所以正在研究。我本身是政大地政系毕业的哈，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说因为我们怕房价啊，那大家去炒投资这个炒作的情形，导致把利率提升。结果对有钱人没有影响，反而害死老百姓。对对。可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，为了平抑物价，我们各个银行好像借机就要开始来房贷升息。有钱人没影响，小老百姓要买房子害死了，因为它利率更高。所以我个人会有一个建议啊，比较具体性的做法。我觉得我们的房贷哈，应该分坪数跟金额来利率分段。我们现在是怎么分段？比如说第一年、第二年利率比较低，第三年、第四年那比较高。那管你买多大坪数、多少金额，利率如果1.5都是1.5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要平抑的是高房价、大坪数的豪宅，而不是小老百姓买的比较坪数低的，那金额比较低的，不是平抑这方面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把房贷的利率分级，怎么分级呢？如果譬如说，政府应该规范从公股行库做起。如果你买的是百坪以上，上亿的豪宅，金额是上亿，多定一个金额出来，比如说上亿。
然后我的坪数是百坪豪宅或者80坪以上的豪宅，那我就让你的利率比较高，你可能用3%的利率。那这些投机客要去炒作豪宅的人，他很可能就会觉得说啊，因为我贷款金额这么高，利率这么高，我就尽量不要去做这投机事情。可是你如果说是像这个只有10-20坪、20-30坪的小房子，然后他本身贷款的金额很低，譬如说只有几百万块、200-300万块这样动画，都是小老百姓的话，那你利率应该给他低，让小老百姓买得起便宜低的房子。是，可是借机要炒作100坪以上豪宅或者是上亿的这种豪宅，应该给他利率比较高，而且应该从公股行库做起。我不晓得我这样的构想你赞不赞成？我想这点非常好了。事实上，就我的了解，目前实务上的作业大概也是朝这个方向。因为我们在授信的时候，一定会看你这个授信的标的是投资用还是自用。要看你的信用哦，你的是业者还是一般的这个我们的平民百姓，他都会有不同的条件来做授信，基本上是就是大概您刚才所讲这样一个架构。当然我们可以在更精准的哦。可是这个利率相差不多嘛？对，因为就是说一般来讲，他现在如果买一个1亿以上的豪宅，100坪以上的，他贷款的利率啊，房贷利率跟买那个20坪的房子，贷款1000万的，它其实利率是相差不多的，只差几码，可能不到1码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来分辨了。所以我觉得公股行库应该带头先把这个东西分开分清楚一点。那是不是财政部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跟规划？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来做一些研究，因为后续整个金融市场自由化也很重要，但是为了抑制特殊个案的这个，当然我们政府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。好，那如果说您支持这样的构想的话，希望你们尽快。好，谢谢。